谢谢大家晚安。我今天很荣幸，真的，我是这个产品啊，短短十天就改善我的很多病痛，而且又恢复我的信心，真的。因为我们成为成不是要不要否认啊，我们除了赚钱啊，第一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周间都看到了每天的病痛，每天的大家为了健康付出很多钱，可是结果一场空，死掉啊，钱花掉啊，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所以我做传销的目的十多年啊，我也是一个真的，我最排斥滞销，真的，以前我最排斥滞销了。你讲滞销我就赶掉先的了，我没有什么了。可是到我病痛的时候啊，医生已经试过了，朝这个中西药已经试过，没有改善的，是一直吃，越吃越多力啊。那时候我就排斥了，我就是要去啊。所以我朋友啊，我中到一个病痛的时候是六七年前，一样产品可以帮助人家，这种产品最好，真的。早期我们做产品就是要有六七八样加起来的，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我最近找的就是找一样产品的，结果我很幸运，真的这两年也找到一个产品，也是很好的。可是啊，不能够彻底改善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用过半年后我们知道了，是有帮助，是少帮助，是外围帮助，不是深入帮助。结果刚好呢，我的朋友啊王思英啊，刘桂明啊，还有我的老朋友，他们这些拿到的产品啊，叫石英拿给我啊，我的朋友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啊，很感谢他们的，也感谢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的公司的这个产品，真的。因为我们本身做过传销的，你跟我讲产品，我要定问你的导向是什么导向的，原来他是真的会排毒出来啊，或者是最右分子，哇，这个比纳米更好的，而且真的有真的。以前讲说纳米，可是什么产品有纳米啊，什么产品要有纳米，可是真正会帮助啊，也是不否定的，也是没有，或者是干细胞也是一样的，用来用去都是不是真正的。因为我们试过我们才知道的，结果我还是怀疑的，所以我就拿来，哎，我说是这样喷，哎，那我们早期不是一个也是喷的啊，哎，我说如果是喷呢，价钱差不多，有人家特别没有，他说你试就知道了，结果我去试一下啊，因为他本身有一个见证，等下他会自己讲出来的，他脚给我看先，他怕我不相信不敢用，他就拿他脚给我看，因为两三个月前我知道他脚啊一直敏感，全身红，后面背部也红红的，我最知道了啊，说难看要死，真的也和我脚一样难看要死了。结果他拉开给我看，你看，哎，好了，真的一直不到就好了，哎，我说这样子厉害啊，我就赶快就要是拿380都没什么问题的啊，我就刚拿来了，我就马上回家就喷啊，头一天就喷5滴，喷3滴5滴，哎，可是啊，我人很开心哦，他没有效果哦。我第二天啊，我太太是有问题的，像我一起讲啊，他是关节，还有耳聋的，耳痛两三年的，就是不会感觉，总是一直痛一直痛的，可能有偏桃腺或什么，他一直怀疑的，痛的要死，整个头要裂起来的。那我本身也是脚，一直也两三年洗那一个洞啊。糖尿病真的，我六年前中了糖尿病啊，我还没跟你们讲的，糖尿病是很危险的，最好你们要戒口，真的，以后现在好好保养身体健康，好好保养，不要中到糖尿病，真的。我以为糖尿病是很简单的，像吃药，医生那边药又不用钱的，马来西亚的医院那边啊，请你要中一下糖尿病，他一大堆药给你啊，你有一次很好，我的朋友都吃了，马上就这样了，不久就这样了，或者是洗肾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很排斥，我不要吃，真的。所以我到现在没有吃这个糖尿病药。结果啊，我是找你喷一下，我太太喷一下，哇！第二天他也没看什么效果，他说有点感觉很一直出汗，我也感觉出汗也没什么看效果。结果我就去啊，第二天我就喷，早上10滴，晚上10滴，他还是晚早上10滴，晚上10滴，一直喷，每天都这样喷了，喷两天，真的，哇！结果不得了了，脚上就生问题了。脚上肿起来呀，肿个肉瘤啊，没肿个十多整十粒啊，中间一粒大粒，好像这个小鸡蛋那样大粒的。结果哇，我看可能里面有灌脓啊，
一定放冷水了，给它捡起来啊，给它捡就哇，冷水汪汪的出来了，从旁边一直捡出来的。所以啊，我说好彩有打出来，因为我们做传销知道了，有反应好过没反应真的，没反应你吃百倍真的，要吃了四五个，以前的保健品就要吃了四五个，哎，还没有还没有，再吃再吃，现在没有了，你现在已经可现进步要快真的。所以我们做这个，你们我们很幸运做这个这间公司真的碰到了这个产品真的，你只要你介绍一罐啊，每个就注意你真的，我骗你的啊，这是我的感谢真的。因为我们做从小做到现在已经十年以上的，从考虑外到现在，我做种种有几件不是做到很高的，可是产品真的麻麻的，不是真的，不是很好真的，可是围着赚钱啊，主次又大了，哎呀，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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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的，所以我们良心来讲，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发现，我就在找我听听秘密去找好产品了，结果啊，你看啊，捡到了，你捡到破啊，它红红的，可是啊，我要喷下去啊，嘴巴又喷了、啊，它没有梗，没有痛的，它不会说很好像里面很烈，或者你哇，你下面踏脚踏下去很痛，没有的。马上就很快看到了，一两天就他没有痛了呢，一点痛都没有了。可是有一种啊，就是说你啊，他一直灌龙，一直出，总共三四天一直出龙水出来了，那里又爆完，又那里又来，那里又来，一直爆了啊！所以我们不用放心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功效已经发挥了，因为只有短短两三天而已哦，就将我们以前的毒素、以前的什么病痛就打出来了，而且。奇异的就是那个洞啊，我总共洗两年多了，那个洞我太太跟我洗真的啊，我感谢我太太啊，她跟我洗一只脚，洗那个脚洗两年多了，那个洞永远洗不会密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真的糖尿病是真的危险的，那个洞越洗是越深啊，越深进入半寸以上的那个眼这耳瓣那个、啊、一直这个越摸要越深越深的，那个洞越扩。哇！我做完了，如果剩下拇指那个拇指大拇指已经剪掉了，一定要整个掉了，所以也是担心了、啊。可是你碰不到好药讲讲的，啊，我又不相信西药，你叫我吃西药，我绝对不要吃真的。结果、啊、碰到这个产品真的，只有产品跟你讲三天喷下去啊，刺和喷啊，三天而已，它就慢慢从下面从里面慢慢伸出皮出来，你看奥妙吗？你看。里面的那个洞啊，本来是洗越洗越深的，不能感觉，它会慢慢将里面先密起来，外面外层也是密起来，结果啊，只有短短的七天、八天左右密到慢慢的密完的，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太过神奇了，真的。而且啊，不止这样哦，以前我还没跟你讲的，我就跟你讲五六年，他那个壁钉，早上他到晚上拔出来才知道里面有一层壁钉，才看到了。可是啊，第二天就破伤风了，就去割到一个大片路，好彩啊！医生讲了，你这没有高血压，你没有什么，好彩医生一直摸药，慢慢平起来啊。可是平起来到现在没有感觉的呢，到目前六年没有感觉，怎样讲没有感觉啊？你蚊子咬会不会痒啊？我不会痒的，我们全家人也每个蚊子咬到了那边咬麻麻的。他说你中华中这样多蚊子生很多了，说咬到半死，说我说没感觉啊，我这边看到有痒啊，我以为说我真的原来是我的皮，我的这个神经线已经没有了，你这样就不会痛真的。怎样讲就是我太太光洗脚没有感觉，他也不要说神经线下面有感觉没有了啊，所以啊，结果这个神经线恢复前，哇，蚊子咬稍微咬一下就全身也痛，这边也有痒痒痒啊，这个还有呢，我本来是小便有这个泡泡了，所以我有用的时候啊，泡泡少，因为我是用七天而已啊，我不否认啊，因为我泡泡我是腰椎问题的，因为医生以前我验的时候就跟我讲了，你现在有两种病啊，血糖太过高，我十多点的呢，我就没有吃药真的，我人是不喜欢吃西药真的，十多点之后那是警告我，就就被去医院的啊，然后到一个这是泡泡了，他说你肾问题了。你要注意啊，讲讲了，这两种爆发你就很当真了。可是我坚持这样到现在一年多没有去验的，那我本身好彩了、啊。我是，你们不要嫌我的，不是叫你们不要以后中这个糖尿病不要去验的。我是有天天吃这个保健品，
联勤公司保健品，好吃保健品我就吃了，所以我才能够维持到现在。又刚巧又碰到这个产品更好了，能够帮助我恢复健康起来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讲了，这个产品它就简单的，而且它功效快，像这里面度数真的，它讲里面菌，讲里面细菌从会跟它，如果里面细胞它死了或什么，它会跟它重组，然后它又该恢复起来它功能啊，恢复原状，又将你们根源啊，你们病痛根源给它拉出来啊。所以你来跟什么病，你不要讲出来，真的，你只要吃我产品，你就知道一个礼拜就看到清清楚楚了。这个产品帮助这样真的啊，所以啊，我感谢他帮助我太太而那边痛啊慢慢减轻了。他关节脚啊，他人又胖了，关节脚也是痛着呢，走路会痛，他已经你说有比较少可能了，或者已经太过逃操劳过度了，所以变成关节痛到现在两三年归了。可是现在呢，他本来是每天要吃十多粒那个草药，我们那边叫做西西玛的药了，那西西玛药每天吃那种黑黑的左神经线啊，那个啊吃下去才不会痛，痛痛的，可是也是不好，没有吃就来，天天要吃十多粒。可是用这个喷药照就喷啊，现在喷是五次一天五次而已。现在啊，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药，关节也好轻松很多了。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幸运碰到电影公司了。所以公司啊，保你乐真的，所以啊，保你快乐真的，赚钱快乐。身体健康快乐，真的，这是我带给你们民生的好娱乐。OK， 谢谢大家。我太太用这个产品只有短短十多天、十一天，和我一样的，她可能瘦了两三斤肉了。她戴的手指啊，松到完了，她这个不能够戴了，通飞出来呀、啊，而且整个人轻松了。跳这个楼梯也先轻轻松松的，没有脚痛了。还有一个 case 是我的朋友的，他暂时目前呢、啊、不要讲出来，可是我也可以带啊，跟你们给个信息，你们就希望更大了。他的朋友在马六甲用这个产品短短三罐而已，他的骨癌末期改善到，可以说改善到已经60%以上了，啊。这是好消息了，他是癌症的，癌症你敢讲叫给他用的，他一罐他就反应出来的，而且很好的反应表，真的这个产品真的帮助到癌症，帮助到细菌感染什么都可以的。或者你们有喷这个呢，有喷这个也可以用这个去喷一下，你马上呢也是多不久呢那边味道就没有了，因为它是杀菌一流的。 OK OK 啊，这谢谢你们。Hello， 大家晚上好。好，我来自瑞金的金王叫石林。我本身糖尿病也是很久了，那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糖尿病，他不要跟我讲，他讲乱讲吧，他讲他没有糖尿病。结果他最近啊介绍一个这个产品给我吃，我的皮肤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治疗那个产品哦，治疗一个牛皮癣起来哦，很痒啊，每天睡不下，身上也是满满哦。他们说，哇，你排毒，他说那个很好啊，他跟我讲排毒哦，你要大两次，结果治疗一年多都排不完了，他介绍我。他说这个东西哦可以治疗了，我就拿来试哦，喷了两天哦，他不一样了、哦。现在他多喷了一支多一点啊，现在感受要好，不一样。以前红红的，好紧。哦，真的就这样，谢谢。啊，我请我安哥上来给大家唱一首。七十七岁 ，OK， 可以驾车，可以，所以现在已经很精神了，
咁各位大家好啊！好，我自从洗咗呢、这个用咗呢个粉产品啊，去洗神嘅时候咧，去洗以前未用之前咧，就洗咗神内休息半个钟点或者几个字，有时两个钟点，就可以揸车翻。到依家用咗呢度第二针支啦，第三支都未用完，我洗完咗咧，我就自己揸车翻，翻到去屋企咧就冇病错冇。以前嘅咧初初咧，翻到屋企咧就呢度攰，嗰度痛，呢度痛，每晚都唔瞓得。所以依家系真系证明系好嘅呢、这个药。有请啊！安哥，你出来啊！你的他们两个就是喜胜，喜胜之家啊，两个认识吗？认识 ，OK 啊，就是看到他喜胜啊，讲他以前啊要人家抬进来的讲啊，他们喜胜都没有尿了是吗？当然了，没有尿，但是过不久他讲阿哥讲很多尿啊，因为他有喷玻璃尿。他没有碰玻璃的，所以他没有尿尿。哎，Hello， 你们好。好。其实我喜胜差不多20年了，20年。我看到很多喜胜的朋友认识很多了，我看到他的这样神情啊，一定会走了的，真的。他走路都不能走了，第二放那个氧气那么喜胜啊，很多次了。我看很多病人啊。很多了，这一定走的。但是很奇怪的，一个月我没看过他了，后来见到他带回来，哇，很强壮了。哇，这什么啊你哦，吃了什么啊？然后讲了，碰到那个了，很神奇了。哇，然后我有点买了一碰了，碰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星期，那个血药啊，那个、血药 ，BB 啊，啊，血药。以前我洗的时候啊，一路跌一路跌的，跌得很低哦。洗好的时候会头晕的，现在啊不会了，保持在那边百亿啦，百亿这样。啊，谢谢谢谢，还有其他谢谢啊。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dan selamat datang. Saya Zamri bin Muhammad Yusuf, berasal daripada Kuala Lumpur.Saya adalah bekas pesakit leukemia stage 4 pada tahun 2008 sehingga 2010. Dan saya waktu mengalami penyakit kanser leukemia ini, saya rasakan saya sudah tiada harapan lagi untuk hidup. Dan saya berada di dalam hospital selama 2 tahun dan...Saya menerima kesan daripada kemo yang begitu kuat yang menyebabkan berlakunya pendarahan otak saya di fikiran dan menjadikan saya tidak sedar selama 1 minggu. Alhamdulillah, setelah saya keluar, saya menggunakan satu produk yang dipanggil Polylac yang berasal daripada Switzerland ini dan saya mengamalkannya lebih kurang hampir 10 hari saja saya mengamalkannya.Saya lihat produk ini begitu miracle, begitu ajaib dapat membantu diri saya. Dan hari ini saya begitu bertenaga dan begitu merasakan saya dapat hidup kembali. Dan saya percaya dengan Polylac ini kita boleh membantu seberapa ramai orang. Tak kira mereka itu orang Melayu ke, Cina ke, India atau apa pun bangsanya.Jadi saya harap kepada tuan-tuan dan puan-puan, kita tolonglah mereka ini. Kerana saya sebagai seorang bekas pesakit kanser ini, kalau saya menceritakan daripada A sampai ke Z, tuan-tuan takut. Ya? Kerana penyakit kanser khasnya mereka yang selalunya mengalami stage 4 ini adalah selalunya 50-50 saja.Itu saja daripada saya. Saya nasihatkan kepada mereka yang ada penyakit ini, gunakanlah Polylac. Polylac ini begitu baik dan begitu ajaib dan begitu berkesan. Sekian, terima kasih. Dan saya juga ingin menunjukkan kepada tuan-tuan,
Ini adalah saya punya chemo port, di mana chemo port saya ini, dan ini wire saya ya, ke dalam besar sampai ke jantung, dan insyaallah ini akan saya buka ya pada bulan Februari, dan insyaallah hari ini saya rasa dengan buka ini saya pulih 100%. Sekian, terima kasih.